左卓几乎是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优先，恭喜左卓。上帝这边四个名额，下一轮考核是我们冲刺阶段的最后一场，主题告白。本期最优的我们迎来七夕告白主题，少女队温情献唱《我好想你》，表白萧敬腾，潘玮柏则用歌曲串烧带领少年队上演花式大合唱。面对仙女们发起的强劲攻势，少年们还能否争得荣誉？还想知道最终冠军花落谁家？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哦。我们要不要对教头表白？要对教头表白也先别说出来。好啊，那你们决定哦。OK。接下来就是往下一个嘛，就像我讲的告白。嗯。因为这个古巨基的劲歌金曲。嗯。串烧啊。串烧就所有都是就是最精华的地方。对吧，像劲歌金曲里面有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。对不对，有那个童话。对不对，有背包。背包征服不得不爱。铺梗铺很久，对，就是我觉得这样大家每个人可以分的段落也多一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意这个模式吗？那我觉得先选一些你们觉得是属于告白的歌曲。当你孤单，你会想起谁？青春的歌。青春哦。梦想的歌。左手右手一半。左。青春修炼手册吗？那这可以，这真的可以。Action！ 贤妃娘娘，这是皇上为您精心定做的乾隆白菜。呢啲糕点本宫成日都食到噶啦，有咩咁特别啊？请说一下。我一句都没听懂。本期熟悉的味道，贤妃佘诗曼驾到。她乔装打扮，化身煎饼果子摊主，怎料却被吐槽手艺不到位。节目中还有神秘嘉宾喊话，声称自己是佘诗曼的另一半，更发誓要陪伴佘诗曼直到退出演艺圈。两人究竟是何种关系？快来戳完整版观看吧。是什么呀？你喜欢吃那个果篦还是果子呀？篦的。果篦的。好嘞。要来一份吗？这个是不是太糊了？不是这个，这样。你这样一下呀，你天天。要不要鸡蛋？要不要鸡蛋？还是佘诗曼？这么快你就能认出来啊？因为我爱他的手，他的手很美，我认识他的手。手你都能认得出来？手套。哇，完全没有惊喜。我们期待了，孙老师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本期中国好舞蹈，郭富城颜值崩塌，竟用脸模仿肚皮舞，引得观众席笑声连连。还有聋哑瘫痪舞者登台，他的动人演出看哭全场观众和工作人员，却只得到了众导师残忍的拒绝票。想知道奇迹能否出现，赶紧戳整片观看吧。节奏控制得又好，真羡慕羡慕。他一直在这边甩，我已经甩到我眼睛已经。甩到我的一个这边，甩到这边。今天最主要是整你的，为什么？
本期菜男朋友王牌特辑精彩上线，不仅请到了王牌老朋友韩雪、白凯南，还让主持人沈涛成为了嘉宾，献出了自己的游戏首秀。经典游戏更是一个接一个，白凯南惨遭惩罚，新发型戳中全场笑点。菜男朋友特别节目每周六更新，还有更多爆笑场面你不能错过，赶紧订阅我们吧。哪来那么多泡沫啊？好多泡泡，我们的爱我明白，已变成你的负担，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，你给的温暖。哦，明白了，唱错了，我唱的对吗？唱错就是哎哎哎哎哎，多了一个哎，来这是。既然你这么相信自己，那我就只能遗憾地告诉你，你有可能会要让赵雷淋水，让赵雷淋水。好，恭喜接唱成功。